神话其实只是一个借口，他讨论都是人性、人类，就是人类的经验而已。其实我的经历就是它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。我在大学之前，我的阅读啊，我的知识的来源很多是非常本土甚至非常传统的。当我进入到大学之后，我的信息的渠道其实很多是西方的。但是随着你的成长跟你自己能量知识结构的完善，你会发现他们是一个东西，只是说它只是在不同的地域而已。我现在就非常能看到所有它后面的源头，它其实是一个东西。对我来讲不存在东跟西了。我不是一个特别有说哦有模块化的，我这两年创作什么，后面的几年创作什么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觉得只要你在保持劳动状态、创作状态，它会带着你一直往前走。当你进入到那个状态，当你知道你在创作什么时候，当你或者是面对一张画布、空白的画布，你坐在前面的时候，你拿起笔的时候，你的灵感、你的想法会源源不断的来，你就会在今天看到明天的工作，在这个月看到下个月的工作，它就会一直在生长。艺术家就是做梦，但艺术家最重要的能力其实是把梦要表达出来。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做梦，每个人梦都非常非常的精彩，但是你能不能把梦分享给他人，这是需要高超的技术。如果我的精彩只有我一个人感受得到，这不是艺术。我不太喜欢说我站在我的作品前面跟别人说太多关于这张画的故事，我觉得那是用语言来表达。艺术家他是一个视觉艺术家，他用他的图画、图像、色彩、笔触、画面的主题来说的，他不是话语来说的，所以我说我这个章主题叫由画说，其实是用画来代替我的言说。Just take a pebble and cast it to the sea, then watch.The ripples that unfold into me. My face spills so gently into your eyes, disturbing the waters of our love. 传统的我们会说是真善美，其实我也蛮认同的，非常认同，也一定要真，真的也是要善，然后真的也是要美，但你走到后面，它一定是让你走到很后面，一定是一个很真的东西。然后善也是这样，真的是要有爱，只有爱的时候你才能广阔，你才能容纳，你才会去表达。
just love.